主料，芒果2个，辅料，鱼胶粉30克，牛奶350毫升，椰浆4勺，白糖20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先把芒果肉改到成小粒，放入模具的底层。锅内把牛奶煮开，加入了椰浆搅匀，再加白糖，最后加入鱼胶粉，边加边搅拌至完全融合。随后把溶液倒入模具里，覆盖底部的果粒。溶液冷却后，放入冰箱保鲜室冷藏一个小时，待缸体凝固硬身，用牙签挑出来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倒入模具时候不要倒太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